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正言上人纳履足迹。在明治未开的年代，农历七月是华人迷信鬼门开的月份。为了导迷为正，上人说明真正普渡的观念，宣导正信与斋戒护身，祈勉大家莫为中原普渡而杀生造业。从佛教的观点而言，七月是吉祥月、感恩月，同时更是孝亲月与欢喜月。佛陀在世时，七月十五日是僧团结束为期三个月的节下安居，许多佛弟子了悟正法，增长智慧，称为佛欢喜日。目犍连尊者也在佛欢喜日供养僧众，以此功德救拔困于恶鬼道的母亲，所以七月是修身养心、以善念善行、报答亲恩的月份，是要斋戒忏悔、奉道从善。现在敬请一块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七月是吉祥月，七月的典故真多啊。虽然咱是推动遐侪年啊，不过呢，古今以来啦，真久以前呢，佛法来到中国，来到台湾，凡是华人的社会啦，拢是沿袭着古代这种民间信仰，安尼呢留落来。其实呢，咱若要真实用佛法啦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普渡，唔是安尼拜门口，唔是啦。这是呢，过去以来第一呢是民智未开啦，搁再呢人拢有一种惶恐的心。所以说有拜有保庇，其实呢应该我们要知道，不是拜这保庇，我们要有祝福，有福那就是可以得福。你祝福他，当然你就是得福他嘛。你如果没祝福呢，只有拜拜感到真正的平安呢。真正的平安呢，就是我们的社会都要真相合，自然的社会就平安啦。真正的要可以风调雨顺的，就是人类人人的生活要调和，这才是真正的根本。不是这样拜拜的，这样就是平安。我们要敬天爱地啊，要聚福缘，我们要敬天，气候调和啦，那就是四大调和，四大调和啦，风调雨顺啦，那就是人间富顺。我们不都是天地给的，是我们呢要感恩佛，要敬天，要爱地。人人要共聚福缘，说我们在人间要造福。现在的时代，真正咱爱有智慧，智慧爱提起大时代呀，说明大是非。咱即马应该呢，为着要把咱的这个佛教啊，咱爱正知、正见、正信，搁在这个时代呢。都一直在咧提倡，要安怎样会当净化、减少二氧化碳？要安怎呢来减少大地呢资源的消费？咱都唔通过去做一挂浪费的代志。过去呢，人口少啊，民地未开啊。这种的风向的心啊，无一个正信啊，啊，就顺着迄个年啊济，安尼呢，伫咧杀生啊，恁知影？
古早那伫咧拜门口，啊，都安尼三生五礼，啊，什么叫做三生啊？就是爱抬三只以上，叫做三生，甚至个五礼哦。你想，干那为着一边的拜拜啦，爱杀偌年真侪的生灵啊，这是错误的。这安尼开始呢，都咧作业。所以讲吼，到现在来呢，迄、那个工业的因缘成就啦，灾难都会愈多。上人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而信仰宗教要有正信，不要迷信。人人守好自己的本分，做好该做的事，就是顺天理。顺天理者，都是有福的人。上人免众。祭祀祖先，普渡鬼神，莫宰杀生灵，焚烧纸钱，要以虔诚礼敬之心，以正见、正念、正思维安住于心，日日行善，力行环保节能，斋戒护身，凝聚善念，祥和社会，天下方能无灾无难，国泰民安。要受洗，大家人爱觉醒。我们要呼唤人人，这个天地之间的浊气太重了。浊气呢，是什么来形成的？都是人生命，不只是人，所有啦，动物啦，有呼吸的，呼出去都是浊气。啊，不然说哦啊，抵抗力较少，唔通去做人的所在，因为呢，做人的所在呢，迄、那个呼出去啦，这个浊气哈，真污浊的气出去啦。但是咱需要的呢，是清新的空气吸进来。但是咱整个地球啦，浊气层呢，也罩不住咯。也会破洞哦，因为呢太浊了，浊气真正是吼，是规个空气啦，拢失调啦。那人呼吸都已经有够浊啦，搁动物呢，动物的排气啦、排泄物啦，搁较浊哦。所以呢。肉食啦，除了讲吼，食入来，像那现在呢，癌症会那么多啊，帮人一年果报，家己也爱修啊，杀啦，那古早人吼，特别抬猪抬牛啦，伊讲吼，做鸡做狗无了时啦，吼，啊，你若要讨命，都爱向爱食的人去啦。好、哦，那不是我要抬你，是爱家的人，我会供应你。所以吼、哦，这种的这个因缘果报啦，不是没有。人类个这动物酷刑呢，这你想，哪会无因缘果报啦？爱家的人遐尼济啊，所以咱大自然会当吃，咱哪会无爱？生命干干净净啊！身体环保啊，咱哪会不爱安尼呢？所以吼、哦，一是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餐期待，咱的推数啦，是希望安。所以那会当安尼啦，真侪科学家呢拢讲，要好地球平安啦、啊。要让天下太平呢，唯有呢地球人拢总如是，咱来教育，让人人呢对外卖污染、卖浪费，对咱的内心呢来建设一个正信的佛教，建设好人人的家庭呢，也要知影讲安怎友好，安怎卫生，咱爱正信。咱家己正信，咱也爱来提倡人人正信。
咱真侪年来啦，一直伫咧推动七月是孝亲吉祥月，咱爱来提倡孝道啊，行善行孝，袂用的等莫见人救母，那就是有孝嘛。迄当阵的莫见人呢，他是伫迄个定中啊，伊家己知影。伊个老母呢，是在生的时，就是杀生、贪嗔痴、毁谤三宝，多杀生啊！所以目犍连尊者呢，伊真了解老母往生了后，一定呢是堕落三途的恶报啦。所以念佛陀呢。结下安居迄当阵，伊有一天就想讲，爱知影老母到底伫倒位啊？伫定中呢？安尼，忽然间看到迄个五鬼道老母呢，就是已经腹肚遐尼大啦，颔棍呢安尼细细啊，尔丁，脚手呢亲像草，无吧？啊、哦，看到实在是。足可怜的呀、啊，一时不忍心嘛。啊，伊是佛陀呢，神通第一的弟子啊，所以伊就赶紧呢去运用伊的神通，降服老母一半的白饭啊。老母看到一半的白饭呢，接来的时阵，开嘴伫要吃迄当阵啊，规个吐出来。人讲，饥肠如沸，就是安尼啦。伊呢，啊无法度啉啊，啊无通食啊，所以呢，规个腹肚安尼烧滚滚啦，啊，嘴一开呢，亲像迄个火焰呢，从口吐出来同款。所以规碗饭啊，嘛是烧甲安尼，亲像炭共。看目犍连尊者看到阿弥的情形啊，伊家己感觉，我是神通第一，我要给我的老母一碗饭，都求不可得啊！要安怎呢？所以就去求佛。佛陀就甲讲，单独你一个人的德行啊，是无够。不是你的神通啊，有法度好救你的老母。每一个人家己做的业啦，业呢去较大过四面山嘛。这呢，个人的福业转未叮当，应该你都爱中着真多真多人的这个福业呢，来给祝福啊。目犍连了解啦。最大的福业呢，那就是修行者的心清净，迄念清净心的祝福。何况讲吼，随着佛陀修行，定三个月结下安居，大家人呢，人人的心都是这么这清净，这个福德啦。所以目犍连尊者。伊就求佛啦，讲我愿意为我的老母造福，用我最虔诚的心来供养，结下安居，身心清净，遐尼才用心修行，心静如琉璃，这得真寡呐！我的供养，唔忘大家人为我的老母呢。一心的祝福，目犍连尊者，那是僧团中的人人所尊重的。僧团中呐是上座，但是为着伊的老母表示伊的虔诚，所以伊捧着迄个盆水啦，安尼一的加恭敬的，任何一个人洗洗手，用一个巾仔擦擦的。伊都献供，所以咱古早那伫咧
拜好兄弟吼，桌仔脚拢会一桶水有无？一条筋啊有无？吼，对啦，迄就是吼延续伫迄个时阵啦。啊，其实呢，咱迄个时代呢是真正有修行者，他真正迄个心清净，尤其是要供养的人，迄个心的虔诚，安尼呢，唔同对人啊，安尼。供养呢，咱即卖应该呢，就是爱来劝人人，活佛的领导，恁的爸母就是啊，最有修养的，你的长辈，你应该孝亲。咱若用安尼的精神来想，那么咱呢，就爱知影讲哦，咱应该安怎去辅导？第一爱辅导讲哦，你将要拜拜。啊，是不是来做仙呢？为仙啦！啊，你像讲吼，爸母即卖现在呢要再生，那么安尼呢，应该呢就是现行一供养。上人呼吁大众，与其求神拜佛赐福祈平安，不如效法圣贤，提倡孝亲，身体力行投入社会人群，用行动来报答父母恩。以清净无染的大爱守护地球，斋戒护生灵，减少物欲，延续物命。上人说，社会事需要大众共同来成就，欲得福，唯有种福音才能得福报；想求平安，唯有依循道理生活，人心和和，感得风调雨顺，天下太平，社会家庭祥和，人人得安康。佛法爱生活化，菩萨爱人间化，这就是正信的佛教，这就是正思正见正念的佛教。一世人拢所做的一福音福缘，安尼来累积，上重要。生活那无有福音缘呐，哪有可能生活呢？因为你生活一定要行过菩萨道，菩萨不是就是这样在那求啊，在那拜，这样叫做菩萨。咱自己就是菩萨啦，看到多一个所在，知影多一个所在有苦有难，咱积极呢，就是去付出，会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，帮助人的人就是上有福的人。咱的帮助人是无所求的帮助，付出无所求，同时呢，还佫讲感恩呐，这就是叫做清净心，这叫做立体琉璃动心语，佛陀的心意啊，他只有一个，要让他的心意布达出去。他要跟我们说的话，一大事因缘，就是要开示我们人人认知本具有佛性。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供养佛？佛陀呢，只是要人人行菩萨道，期待人人呢信修奉行。期待人人回归如来本性。那如来本性听来呢，好像很深，其实呢很平常。只要我们人人呐、认识自己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认知我们那样的初心的善良的本性。佛陀就开始要跟我们说，你发心，你要做代志，要经得起考验。人生啊，本来都是苦啊。我们的过去呢，这因缘果报啊，过去已造成的。咱今麦佛教徒拢讲哦，消灾啦。做善事就会当消灾难，不是消过去呀、咱是要消未来。
继承的，咱来甘愿做欢喜心，很甘愿。我们过去既定的定业啦，要不然为什么目犍连呢？心通第一，难道他逃不过呢？外道要来害他，他逃不过吗？他既是神通第一啦，大家也应该知道，目犍连是阿耨往生啊，他也是比外道呢。用石头对山顶安尼推落去，把伊的身躯呢打得粉碎掉啊！这敢不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，神通第一吗？但是他知道啊，就是有这样的因缘果报，过去曾经有过的业力呀、啊。也同样要受啊，这都是呢，我们要消的是未来的。咱了解佛的话了熬了，我们就知道还回此恶。不对的是，我们呢知道什么叫做非，什么叫做是，是非分明啊。非不该做的，我们要预防，不管是有形的浊气啦，或是无形的心灵啦，我们呢，重心专心啦，把人的人心净化，就是把人带进来，可以让人呢有机会接触到咱自己的因缘啦。总而言之呢，爱的能量是靠大家人召回慈济魂哈、哦、那。我们人人呢都要把重心开示哦，那菩萨招生，阿弥了解哦、啊。我们大家要把握时间做就对了。华人社会俗称七月是鬼月，因此衍生出许多禁忌，并铺张祭祀鬼神求平安。但是以佛教而言，七月是吉祥月，上人告诉我们用正信面对日常生活，心正气盛邪不侵。真正的普度应该要发大心立大愿，普遍去爱一切众生，与其求平安而杀生，不如虔诚斋戒以护身，用爱招吉祥，以善破千灾。期盼人人以心相一助，诚心斋戒，以行善布施利济人群，以不烧金纸祭祀，不铺张浪费，保护大地。上人期许人人日日斋戒，时时行善，发愿救拔三途苦，在七月普渡时，以最虔诚的心礼佛，共僧才是正信佛教的做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圣严上人纳履足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